主播你没有看错、哦、其实呢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我才刚刚呢看完这一个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之后呢，陈时中部长现在呢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立刻的来到新竹这边，跟新竹市长呢林志坚来合体。我们可以看到哦，陈时中部长的心情看起来真的是很不错，他其实呢从这个防疫新生活呢第一站呢到了屏东垦丁之后呢引起旋风，因此呢非常多的县市呢都是来邀请说陈时中部长呢可以到县市来走一走。那今天呢他来到新竹市，而新竹这边呢也是相当热情的欢迎他，可以发现到我除了呢有满满的美食之外呢，还介绍了新竹的特色。马上来听一下陈时中的说法。那就算是历史尽头了，哦，啊，现在我赶快即个伊就打电话来问安，哦，啊，古早是安袂甲讲，即个是袂甲问啦，哦，他很多事情要问我们，也显露出我台湾在各方面确确实实展露出我们是有让大家学习的地方，那我们是有可以跟世界来共识的地方，这是安台湾人的期待，哦，我想这是。我也感觉真感动，我感觉恁大家嘛感觉真感动，啊，这个感动拢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所来的。那纾困这个事情更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我也知道，非常的困难。那我要跟我们大概社会局有邱所的同仁，赶快做补下面了。好，我们可以听到啊，今天陈时中部长呢来到新竹这边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要慰劳第一线的员工们呢。其实呢，包含不管是医疗人员，或者是呢负责纾困的这些区公所的人员呢，他也表示说呢，这段时间都是辛苦大家了。而且呢，他也表示说相当的感动，因为呢，每当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呢一发布新的命令之后呢，其实在各县市呢都是配合度100%，这样也就是这样子上下配合的原因。呢才可以让台湾的防疫做出成效。而接下来呢，下一站呢、哦，陈时中呢还要来品尝新竹的美食，接下来呢还会到这个新竹公园来看动物，来享受这个等于说新竹的特色。